马上要离开非洲了啊，请我大姐再吃上份英吉拉。达拉 ，good 啊！我哥问你话呢。达拉 ，good no good 吗？哈，可能是不好吃啊。嘴现在吃刁了，羊肉吃着都不好吃了。问问你个话，就跟问到石头上了。达拉，我，达拉，哥问你话呢。This good, no good. Good. 那你儿子嘴巴塞上鱼毛了。Good, eh.哎呀，把我气死了！问个话，你说好不好吃，对吧？你讲句话嘛。Good,